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江哥，今天带大家来看一下我们富兰克林最豪华的豪宅啊。这次花一点时间，终于到这个山上了。OK， 那我们这个富兰克林的豪宅呢，非常的庞大啊，带大家进去看一下啊。那这次呢，多了一些什么东西？等一下，把门锁起来了，我们走后门了，好不好？车库也给我锁起来，真是好棒棒。这。为什么他有两台这个高尔夫球车啊？真是有钱啊！我们终于进来了，这里面有什么？这里有个小型的喷水池啊。然后，里面好像多了很多小东西哎。杂车满多到满出来了啦！等一下，我们来试玩一下这个好不好？试玩一下。他居然把它停在这里！起飞啊！起飞快！起飞！哦，撞到！起飞了！好，我们先放这里。那看一下，哎呦，这里好棒哦！这边居然有这个露天的电视哦，看起来是很防水。中秋节就是要烤肉啊！看一下这烤肉的地方，它居然火那么大、啊，还有热狗热，烧起来，烧起来！你汤了，半血就没了啦。这里有什么东西啊？哎呦，都挂了，怎么了？到底是哪里出问题啦？应该是这个火太大了啦，它那个瓦斯桶爆炸了，是吧？剩下底座了，太不刚了。这钱就这样放在这边，还有金光闪闪的，里面还有枪哦，哇，整面墙都是枪的。这两个人是谁？不知道是谁啊？哇，这个电脑设备真是多到一个爆炸、啊。这边呢？这边居然这边是一个小型露天的餐桌，然后这边是这个撞球桌跟游戏间哦，还有这个桌球桌，是点唱机耶，点唱机。你看这个进来哦，是进来哦，然后我不晓得为什么它这个东西会一直闪，然后闪，这应该是跟我的显卡有关。哇！我们太平洋抢岸的所有的珠宝跟首饰全部都在这里啊，就是准备要洗钱的意思啊。哇，整面墙都是啊，满满的枪啊。哇，这闪的太夸张了吧，狂闪哎！是圣诞树吗？这个，圣诞树，圣诞仙人掌。还有。日光宝器耶，这是什么？这什么造型啊？咱们上去看看，这是什么啦？大蟒蛇吗？这个？不是大蟒蛇，动啊！这里居然有这个、啊，金色的翅膀啊！这是什么？这是一幅画吗？还是立体的？这边是半趴了，到处都是洋酒。这边居然有这个，可以玩吗？不可以玩。他什么时候转行当歌手了？这边还有他的唱片，签名的 CD 对不对？等一下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东西？这是一个机器人哦，中间有个脸这样。我确定那是什么东西啊？陶瓷做的。上来！它应该有通道给上来吧？不对呀、啊！哇，还有保全呢，还是站两个人呢。还有机器很怪、啊。直升机。哇哈哈！是超大会议室啊，露天的嘞。看看，会议室大，
哦，采光很好呢。还有洛森都的地图。然后今天还有很多酒水可以喝啊，咖啡机。对哦，啊，好像还有一个小型的，哎呦，该了，你过去啊。我看到小通道可以过去啦，从旁边啊。来来来来来，旁边看一下，旁边看一下。旁边，我上来上来上来，哎，看一个小的天空桥，过来就是一个露天的健身房，是吧？健身房。嗯，这里可以做运动，不错哦。哎呀，有小树木哦。哎呦，这里居然有小树哎，小树苗呢？树苗在干嘛呢？哎，就自己去想吧。哇，这也太多了吧，对不对？干坏是要干大的，这富兰克林真是，难怪最近都没有打电话给我啊！哇，绿绿的一堆土，感觉像羊便便。这个模组真的很大，1000多个附件啊！电脑没有很好的话跑得慢。这边也是两个保全啊，然后这里也有这个赌博的地方。哦，哇，车子很多，满满的车子。哎。为什么它叠起来两层的？哇，你看到没有？车子全部叠在一起啊！可能重生的时候物件太多，都在爆炸，全部叠在一起，对吧 ？OK 啦，这次的那个富兰克林的豪宅呢，介绍到这边了。OK， 那喜欢这个模组呢，欢迎去装。哇，那这个模组呢，至少要1000个物件呢。电脑不好的人就真的很慢，很卡。先这样啦，拜拜。